各位尊敬的观众和投资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 Global Express。我是未来资产的中国业务发展主管张浩。那么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投资主题——电动车和电池。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公司的资深投资分析师陈冰瑶一起来跟我们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冰瑶你好，张浩你好，大家好。冰瑶，我们看到最近新闻上有很多关于中国电动车的一些出口的一些情况。那么首先呢，能不能请冰瑶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的这个电动车整体的海外的出口情况呢？我们其实今年中国的这个汽车整体的出口都非常的强。那今年1到4月份，整个汽车出口超过了180万台，同比增速大概25.7%。其中新能源的这个出口超过了60多万台，那同比增速27%，其实比整个汽车产业的增速还要再快一些。那从目的地上来看呢，汽车的出口的前三大目的地是俄罗斯、巴西和墨西哥，新能源主要的这个出口市场是比利时、巴西和英国。我们能够看到哪些车厂在这些对应的市场里头更有优势？那比如说像俄罗斯的话，因为它之前的一些原因，所以加上他们其实更需要一些油车，那其实长城在这一块就会比较有优势。那像巴西的话，因为比亚迪去那里建了一个厂，然后呢，加上有一批车企，其实都把巴西当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未来渗透的市场，所以巴西市场其实就去了比较多的车企。英国的话，其实因为之前上汽收购了名爵嘛，所以名爵在海外其实也是，深耕了很多年，所以，像英国的话，名爵的这个销量其实就比较明显。整体上，其实如果我们去看其他市场的话，这个中国车企的整体的这个步伐其实都很快。比如，我们以香港市场为例，我们最新的一个数据是说，过去香港的电动车的市场的话，特斯拉一直都是遥遥领先，但是从去年开始，是比亚迪，其实一共只来了1年多，那比亚迪已经超过特斯拉，成为这个电动车在香港销售的第一名。整个这个电动车大概占到了香港市场，从最早的可能30%以下，到最新的是70%。也就是说，每卖10台车，有7台车都是新能源。那这里头，可能超过3成以上是比亚迪。所以，其实我们能看到中国电动汽车在不同的市场里，这个速度都是非常非常快。对，确实像边瑶说的，我觉得现在在这个大街上走，经常能够看到比亚迪的这个电动车，在这个香港的街道上在开。对，那边瑶其实谈到了我们电动车的一个非常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进口的增速，那这个会不会对整个电池的这个需求、价格，包括产业链造成这个一定的影响？能不能请边瑶再展开谈一谈，就是你观测到的整个电池产业链的这个价格变化？像整个这个电车跟电池的这个产业链呢，一部分是跟这个品牌自身在产业链的这个位置有关，那一部分其实也跟整个每一个环节的这个竞争格局有关。现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会更看好整车厂，因为它不仅仅跟成本有关，如果你的渠道、品牌，这些相关的东西做得好的话，其实会在，尤其是在出口这个事情上面，其实会更容易产生溢价。那电池的话，偏上游这一块里头，价格算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了，因为龙头企业的这种客户的这个格局，然后加上它本身的这种技术的优势，还是能够让他们保持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好的盈利。那材料这一块的话，其实就非常的看各个环节的格局。最近比亚迪做了一轮招标嘛，那其实我们能看到，比如负极和铜箔的价格是涨的，但是正极、铁锂这些价格是跌的。那我们理解是说，像铁锂的话，最核心的问题还是上游的这个产能太多了，所以就是虽然产业链其实有一些环节，但是到铁锂这个环节的时候，就还是在往下走。那铜箔的话，一部分原因其实是跟铜本身这个铜价在涨有关，然后加上它的格局其实还是不错的，所以就是这些相对供给端没有太过剩的这些环节，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有一个企稳的趋势了。谢谢冰瑶为我们这个展现了整个的电动车的一个出口情况，包括它对整个电池领域的上下游的价格的影响。那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和投资人朋友们呢，其实可以通过Global X 旗下的 ETF 产品来捕捉我们新能源车和这个电池领域的投资机会。那么非常感谢大家观看我们这一期的 Global Express，大家下期再见，谢谢。